你很喜欢女婿？对，我很喜欢他。我觉得他太严厉了。No， 他一点不是严厉，他太婆婆妈妈了，就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上当、心肠太好的人，就是冷眼热肠，其实特别诚恳，特别对这个世界抱心肠，就是太慈悲、太好心，然后就不断的看透世界，还要上当，然后继续说，就这样的人。看来看去，我觉得这社会啊，烂透，宁能三尺。非一日之寒，孰是孰非，该做个了断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，是吃人。这怎么没署名啊？从今往后就叫鲁迅。